是宝珠，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疫症爆发之后呢，让我们改变了消费的习惯，从以前随意消费到现在呢，很快就步入一个精明消费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呢，我们要学会更聪明的消费方式。举例，可以通过革新的科技，让我们呢以低于原本2到5倍的价格，但是可以享受同等级的这个服务跟产品。今天我要为所有上班的朋友介绍一个呢由咖啡新科技所延伸出来的精明消费咖啡计划，它可以让大家节省到达75%的咖啡消费，但是呢可以享受到跟在意大利在米兰五星级酒店同等级的咖啡，同时间又可以先饮用30天后再付款。大家听了之后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呢？现在马上为大家呢分享有关的详情。首先，大家有注意到吗？在近这10年啊，咖啡卖的咖啡、茶跟其他饮料的价格是越来越贵。举例，一杯黑咖啡 Americano 要卖8到15块之间，卡布奇诺也卖12到19块一杯。如果我们在五星级酒店的咖啡喝的话，价钱更是高一倍以上。那为什么咖啡的咖啡跟饮料的价格会越来越贵呢？因为除了咖啡跟饮料的成本，里面呢还包括咖啡提供给我们的环境、 WiFi 服务开销等等，再加上昂贵的租金、人工、水费、电费、运作费用。所以呢，咖啡的每一杯咖啡跟他们的饮料的价格呢是定在呢比成本高3到10倍之间。基本上这也是很多咖啡老板的无奈。好，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咖啡新科技，就是 Ariso 的 Coffee Capsule。那它可以让大家呢节省75%的咖啡消费，同时间又可以喝到比美在五星级咖啡跟五星级酒店咖啡所卖的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新的咖啡科技让 Ariso 就免除了一般咖啡的昂贵租金、人工、水费、电费跟一切的运作的成本。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有多厉害呢？Ariso 的咖啡 capsule 是 100% 来自咖啡圣地意大利，里面呢就装着世界顶级的咖啡， 100% 纯天然，没有人工香精，也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好，事不宜迟，马上为大家冲泡咖啡。首先我们泡一杯黑咖啡，我们叫 Black Diamond。 只要呢把 Ariso 的咖啡 capsule 呢放进我们 Ariso 的高压蒸汽咖啡机，只要轻轻按一下就可以了。好，我 close up 的给大家看清楚一点。那因为呢咖啡机是用高压蒸汽的科技，所以呢它可以完美的萃取咖啡的精华。如果大家现在在现场呢，已经可以嗅到很香浓的咖啡味道。然后大家有看到这层浅浅 brown color 的吗？它就是很美丽的咖啡油。再加上大家应该有注意到我们的咖啡机还有灯光的效果，让这杯Black Diamond 看起来更加的高贵。好，就这么简单，泡好一杯精美的 Black Diamond。 只要呢喝过这杯 Black Diamond 的朋友，他们都会念念不忘它那个很香醇的咖啡味道。大家猜猜看，在外面的咖啡，这杯 Black Diamond 一杯需要卖我们多少钱？好，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不喝黑咖啡，我平时喝咖啡习惯加奶的。现在马上为你冲泡一杯意大利云石卡布奇诺。首先我们需要用到一粒 Ariso 的 Milk Capsule， 同样的把它放进去，轻轻按一下就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尤其是女生啊，很喜欢喝奶咖啡，但是呢我们又很怕很容易肥，对吗？ Ariso 的 Milk Capsule 有一个特点，它是低卡路里的奶，比外面的咖啡的 Latte 啊至少低3到5倍的卡路里。然后现在呢，大家应该看到我的杯外面哦，好像有一层蒸汽这样蒙蒙的，是吗？因为呢它是一杯热腾腾的奶，因为咖啡机的高压蒸汽的科技呢，它就很容易帮我们泡出一杯这么漂亮的奶。大家有看到吗？它上面还有一层很美丽的 foam。 接下来只要把 Ariso 的咖啡 capsule 放进去，也是轻轻按一下就可以了。等下呢，大家马上会看到很美丽的层次感就呈现出来了。我们不需要1分钟，不用专业的咖啡师，就这么简单泡出一杯精美的意大利云石卡布奇诺，是不是很漂亮？
我很多朋友说这杯咖啡呢是美丽到他们不舍得喝，而且呢在外面的 cafe 呢大家应该很少机会看到这么精美的 cappuccino。 好了，大家猜猜看，如果我们在外面享受这杯精美的意大利云石 cappuccino， 一杯需要卖我们多少钱？好，讲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又会说，我平时很少喝热的咖啡，我比较喜欢冷的咖啡，现在马上为你冲泡一杯香槟咖啡。首先呢，我们先准备一杯 black coffee， 同样的把 Aristo 的咖啡 capsule 放进去，也是轻轻按一下就可以了。香槟咖啡是一杯冷的咖啡，所以需要准备冰块放在雪克里面。大家呢不需要去买专业调酒师用的时刻，家里只要有类似这一种的水瓶都可以泡一杯很美丽的香槟咖啡。等于说 Aristo 除了可以冲泡这杯热腾腾的 black coffee 跟 cappuccino 之外，还可以冲泡冷的咖啡。有时天气很热啊，大家想要来一杯冷的饮料呢，就可以泡这杯香槟咖啡了。所以呢，等下我们只要把咖啡倒进去这个时刻里面啊，这杯咖啡需要摇一下的，大概摇一个三四十下哈。好了，很快就会冲泡好一杯很美丽的香槟咖啡。我们泡这杯香槟咖啡呢，对我们女生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顺便做运动，收我们的手臂，是不是很好玩？好了，冲泡好了。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美美的香槟杯，大家没有看到很美丽的 foam， 我就这么简单轻松泡好这杯美丽的香槟咖啡，有没有看到很想喝？说这杯送给大家 ，Cheers！ 大家猜猜看，在外面的 cafe 这杯香槟咖啡需要卖我们多少钱呢？好，我就这么简单轻松冲泡好三杯精美的咖啡。讲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不喝咖啡，我比较喜欢喝茶。不用担心， Aristo 呢除了精美的咖啡还有精品的名茶，现在呢马上为你冲泡 Aristo 的 Rose Tea Latte。 冲泡这杯 Rose Tea Latte 呢，我们也是一样需要一个 Aristo 的 Milk Capsule，先放进去 Aristo 高压蒸汽的咖啡机，也是轻轻按一下就可以了。我一些对喝茶很讲究的朋友呢，有跟我分享，原来呢冲茶也是一门学问，尤其是水的那个温度要掌控到很好，水不够热，茶的味道又泡不出来。那如果浸泡太久，又苦又涩，那杯茶就不好喝。Aristo 的咖啡机因为是用高压蒸汽的科技，所以呢我们冲泡出来的每一杯茶味道都很香浓，最重要没有苦涩的味道。再加上很简单，只要轻轻按一下，每一个人都可以冲泡一杯精品好茶。现在呢就把我们的 Rose Tea Capsule 放进去，也是轻轻按一下就可以了。等下呢大家马上会看到一杯很美丽的 Rose Tea Latte。 我们现在除了 Rose Tea， 我们有 Earl Grey， 有 Green Tea， 有 Passion Coming Soon， 我们还会推出养生茶、保健茶、红枣茶、日本的玄米茶，一问营养的豆浆，就是说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冲泡自己喜欢的饮料。这一杯 Rose Tea Latte 呢，很多女生都会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呢当我们喝下去的时候，它会带着一阵很清香的玫瑰花香，是不是很美丽很 elegant？ 我想将它送给所有的女生朋友，希望你们会喜欢。好了， Aristo 除了冲泡这四杯精美的饮料之外，基本上呢还可以冲泡超过至少十种以上精美的咖啡跟茶。举例，好像我们可以泡这杯 cinnamon latte， 还有 latte，再来 mocha， mocha 就是巧克力加这个咖啡，还有可以冲泡 ice coconut milk coffee， 还有这杯很美丽的 creamy ice cappuccino， 我每次看到都很想喝这一杯。再来有这个创意的 lemon coffee mocktail， lime coffee soda， 很高贵的 sea salt creamy coffee。 这样茶的系列呢，我们有 ginger tea， 有 rose tea 就是玫瑰花茶，还有 earl grey tea。
分享到这里呢，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 Ariso 的这个咖啡跟茶到底一杯是卖多少钱呢？ Ariso 呢为所有的消费者提供一个精明消费咖啡计划，就可以帮助大家节省呢高达 75% 的咖啡消费。它是怎么样做到的呢？首先呢， Ariso 为所有的公司办公室部门免费提供这一部 Ariso 的 Capsule 咖啡机，不需要购买咖啡机，不用给按金，然后也不用承诺买任何的咖啡，没有捆绑式的合约，随时都可以取消的，就等于呢好像把一间 mini cafe 开在办公室，然后让所有上班的朋友就可以免费享受这个风靡欧美的咖啡新科技。Ariso 的 mini cafe 因为免除了一般 cafe 的昂贵租金啊、人工水费电费跟运作的成本，所以 Ariso 每一杯咖啡跟茶的价格呢是以成本为基础来定价的，因此它每一杯都比 cafe 的价格低 75%。 举例，这一杯意大利 black coffee 如果非会员的话需要3块，会员只是2.3块而已，成为我们的高级会员就是1.99块而已。精美的卡布奇诺非会员的话一杯4.6块，那如果是会员的话一杯只需要3.8块，高级会员的话只是3.49块而已。等于说 Ariso 让我们以2块钱就可以喝到原价10块钱的咖啡，如果以每一杯啊平均价格来算的话， Ariso 一杯就帮我们省10块。如果大家一天啊去咖啡消费一杯咖啡，等于一天 Ariso 帮我们省10块，一个月省300，一年呢大概省接近4000块。除此之外呢， Ariso 呢也是第一个为所有的会员提供先饮用30天后才付款的服务的咖啡品牌。大家是不是觉得 Ariso 很贴心呢？大家呢登记了成为会员之后，Ariso 就会为大家提供呢50粒 capsule 的信用额度，这样大家呢就可以把它放在自己办公室的抽屉，任何时间想要喝咖啡喝茶的话，就不需要去咖啡排队买外带咖啡，只要从抽屉拿出 Ariso 的 capsule， 放进 Ariso 的咖啡机冲泡，马上就可以喝到一杯精品的咖啡或者是名茶。至于什么时候付款呢？很简单，大家只要在30天内去到 Ariso 的网站，然后登录自己的账号，根据所喝了的 capsule 的量来付款就可以了。Ariso 的这个计划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精明的消费者。好，现在呢，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怎么样可以成为 Ariso 的会员？非常简单，只要呢有超过1位同事的部门。任何同事呢都可以代表自己的部门免费登记一部 Ariso 的咖啡机，那每一部咖啡机呢它会跟随8个会员机，就是让8位同事登记。现在每一个部门的同事都可以上网免费登记成为 Ariso 的会员，那么就可以开始呢以精明消费的方式享受 Ariso 的咖啡跟 Ariso 的名茶。好，现在呢你可能很想帮助自己的部门登记一部免费的 Ariso Capsule 咖啡机，或者想帮自己登记成为会员，对吗？很简单，等下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大家只要在页面下方的登记表格做个简单的登记就可以了。最后谢谢大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呢成为一个精明的咖啡消费者。在这里我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